系啊，所以我今次个海恩带咗陨石出去。同埋，其實呢度如果你發嚟，如果對面個艦冇咁多次，咁多啲炸彈都唔使搞咁狼狽，但一路都冇乜點中。三分二機會，艦冇唔該。总算听到，動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。
海恩啲小兵俾我炸死晒，所以个攻击距离少咗一格。因为海恩个小兵系会加一射程。我觉得奇怪，我无啦啦谂谂下先谂到点解。明明就好易嘅一关，唔知点解搞咗咁耐。霸者，霸者，霸者！